中国大陆在处理李明哲案呢，应该要给当事人正当的法律保障，基于人道的考量，应该要同意家属探视，才符合普世的人权价值。陆委会也好，海基会也好，我们都好几度用写信的方式，用电话联络的方式，法务部和刑事局也透过两岸共打以及司法互助协议的管道，那么来跟对岸来联络。我们认为涉及到人民基本权利和人身安全的事件，两岸都应该要最优先来处理，不应该用任何政治的理由来加以干预阻扰。中国大陆到现在都还没有透过官方的管道对外公开说明逮捕李明哲的案情留置的地点，也没有依照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助协议来进行通报，造成家属的不满，让这个事件更加的复杂化。对岸呢都没有给我们一个正式的一个回应。当然他这个限制人身自由呢，我们收到的一些讯息就是说可能他是在广东，可是我们觉得这样的讯息不是透过正式的官方的正式的管道来通知我们，所以这些都无法查证无法证实。现在呢有一些其他的，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人在接触李太太，李太太都告诉我们说她唯一相信的就是政府的一个管道，也就是陆委会海基会这样的一个管道。那么要营救李先生，当然就是说我们随时都是要跟李太太来保持联络，然后希望这个事情能够顺利圆满解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想我们再一度的重申，就是说只有陆委会海基会的管道才是一个正式的管道，这个消息来源也才是具有权威性，是可以信的。那么所有其他不同的管道，说真的无法查证。我们并没有透过川习会这样的一个场合，那么要请美方来提出这样的一个向中国大陆提出诉求，我们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还没有动用到这样的一个管道。如果中国大陆还不赶快回应我们的诉求的话，我觉得对台湾人民的感情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伤害的，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因为大家都在看为什么这么基本的诉求，人道的诉求人身安全，他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是什么理由呼吁中国大陆早日公布事实真相，要保障李明哲的人身安全，要同意家属探视。